輝哥你好 ，Chris 你好。一般錶咧嘅時針咧、都係十二小時轉一個圈啊，係嘛？啱啊，即係正常好特，唔好講正常啦，好似變咗好似有啲錶唔正常。係，即係多數係嘅，大部分啦。但係咧，依、這個唔係必然噶嘛，絕對係。有啲錶咧係個時針咧係二十四小時。轉一個圈，一個圈嘅，唔係，我覺得更加合理喎。你二十四小時係一日啊嘛，咁一日轉一個圈唔合理咯，係，係咪啊？咁你地球一日都係轉一個圈噶啦，自轉係咪？啱喎，又有道理喎。點解半日轉一個圈嘅？點解你腦即係夾硬嚟喎？你半日轉一個圈啊？你只係咪有啲夾硬嚟先？應該係呢啲標先係正常啊嘛，大佬，你呢啲你只嗰只唔正常啊，輝哥。係啊，我呢只都唔正常，一日廿四個，一日轉一個圈咪正常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嗱，輝哥，你諗唔諗到一個？二十四小時嘅時針嘅咩好處先？有咩好處啊？咁就唔需要直情係睇到曬佢上，唔需要話分到咦上晝定下晝啦，係咪啊？嗱，呢個咧就叫 A.M. P.M. indication， 係喎，即係咩啊？日夜顯示嘛。嚇，如果我嗱，如果我喺日間裏邊，我喺露天咁，我梗係知道啦，下晝啦，係咪？咁如果我喺一個密室嘅或者喺一個地下工作，即係見唔到冇喺出邊嘅時候。咦？咁點樣知道咧？梗係啊，一個好處啦，係咪？同埋校時間都方便啲啊，又唔使成日話咩校前一日，然之後去推啊。係啦，不過直接校日期咪得咯。不過咧，你就話，因為我哋一般人咧都係睇開嘅錶裏邊咧，都係以十二小時顯示嘅，咁可能會慣咗嗰個時間。你呢種係霸權嚟嘅。嗱，今日等我介紹兩隻。好，兩隻我覺得是比較正常啲嘅，呢啲先係正常。好，就係二十四小時針啊啦。係，既然咧佢玩得二十四小時針咧，都係有少少咧反下傳統嘅。係，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啲造型咧，都係非一般嘅，非一般就係即係唔係咁簡單，就咁好似咁正裝嗰啲咩 OP 定 PO 嗰啲啦。係，你見到咧，哇，係咪好大隻？輝哥，好大隻。哇，呢只嘢46、47有冇啊？有啊，單按計時。係。是不過計時都唔緊要，即係你見到咧呢支針咧，即係嗱計時啊，唔係流噶，呢支真係計時啊。但係咧最緊要係呢支針。嗱而家咧，我而家個錶咧係6:30啊。咁其實咧，你唔好以為係9:00喎。係，因為佢咧睇18:35。係咯，就係話頭先我就係咁想講，如果以按照十二小時嘅時候咧去睇嘅話咧。咁你就會 mix up 咗啦，好似9:30咁啊，係，其實就係18:35啊，18:35，我呢只啱嘅，啱教得幾好嘅。嗱咁另外我俾一種做法你啊，嗱呢個係當然啦，加咗個功能咧，就係叫做single push chronograph 啦，係一隻軍錶咁啦，好大隻啦，嗱呢只咧更加另類，係嘅原因咧就係咧佢啲針啊，好似咧識飛咁啊，輝哥，係啊，嗱點樣睇咧？你見到咧，原來零咧喺呢點喎，即是凌晨12:00喎。嗱，輝哥，等我再解釋一下嗰啲時針嘅活動啊，即係唔係話淨係旋轉針咁簡單？你見到咧，零點先喺呢度喎，呢度先係凌晨喎。然之後咧，上半部咧都係 A.M.， 係下半部就係 P.M.， 咁所以 by natural 咧，本身就係一個日夜顯示器。是啊，加埋啊，佢支時針咧係同條鏈一齊喐嘅，呢只真係勁啊！呢只咧要特別要示範俾觀眾點示範呢？因為我親自要扭，跟住你就要好啊，係嘛？而家幾點啊？而家咧嗱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而家幾點先？而家就未到19:00，係啦，即係18:00，18:00未到達28分，廿過咗28，未到30。好，而家扭咯喎。咁嗱，呢支分針就唔會識得揈嘅，即係識得轉啦，但係就唔會移漂移嘅。嗱，其實呢只錶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咧佢用條鏈啊，叫電單車鏈啊，去帶動佢支時針去漂移嘅。係，同時亦都係啊，廿四小時一日啊，做一個轉圈嘅。嗱，佢時間應該扭到係12:00啦。你依個咪凌晨咯？係啦。即係咪灰姑娘嗰啲啊嘛？係啊，好再扭好嘛？哇！真係
喂，輝哥，所以咧睇呢個表咧，中意要諗下喎。係啊，要俾啲思考。如果唔係，真係有啲思考嘅呢個表。嗱，唔思考你都要睇下啲 marking 啊，係嘛？係啊，你唔睇 marking 真係未必睇得明。嗱，咁佢依個表嗰個設計咧，真係比一般正常嘅表咧，真係反傳統嘅，即係你完全估佢唔到嘅。喂，輝哥，啲邊嗰啲鏡嗰個邊真係好鬼靈喎，輝哥，你見唔見到啊？你睇下個 mon， 你睇下個 mon， 點解會反得咁勁嘅？因為個邊嗰度。喂，原來呢只表咧，即係如果你近睇咧。是很立體的，輝哥，你看看，完全是啦。哇，簡直真的不簡單，原來這個單車鏈呢不是流的，真的你不要以為是那些即是模擬 AI 那些，不是 AI 的，是堅是單車鏈，真的是單車鏈來的。這隻呢除了單車鏈之外呢，在錶呢有個名字的，叫做芝麻鏈。芝麻鏈是不是芝麻鏈？芝麻鏈都是這樣的嘛，是不是？叫 Fusay and Chain， 是的，一樣的。喂，芝麻鏈不簡單，輝哥，是閒閒地都成球啊。如果你有芝麻鏈的錶呢，現在據我了解，真力士有一隻便宜一點，是的，說都不便宜啊，那隻東西五六十咯，係啊，嗱，譬如好似有呢個寶機咁樣，百聲噶寶機。喂，後邊點啊，輝哥？睇睇後邊得唔得？誒，咁樣嘅喎。哦，一隻機芯，然之後全個動力喺嗰邊。係啦。係啦，嗰邊都係機芯嚟嘅。係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好複雜嘅系統啦。咁呢個就係 Aspiv， 即係佢嘅叫改錶王啊，真係。係啦。佢最中意改嘢㗎啦。佢改得嚟，仲要係一個好有。反傳統的，真的，即你知道最簡單的那個呢就叫 Back in Time 啦，是啦，其實絕都不簡單的了，不簡單，但在他來說是最簡單，他還有些飛船那些呢機械人呢改到七彩的，是的，哇，今天這兩個牌子都 OK， 不過呢就是個主題呢就是24小時顯示的時針，是的，